矫健的身手了，就知道啊，鱼是有练过的。这鱼群都游过来了呢，啊，究竟是面包吸引鱼群，还是少年胖吸引鱼群呢？喂，鱼群，我来尝试一下，它会不会这么大片，然后靠近我呢？哦。起好群服，你只要拿面包给他们诱惑一下，就会在你身边游来游去哦。OK， 为大家找到一只搁浅的豚嘞！受不了，受不了！这好不好玩啊？好玩，好玩。请问你的手压着我肩膀，怎么回事啊？师弟，各位观众来绿岛，我记得一定要浮潜，非常好玩。但是就是因为绿岛它这么好的保育，所以才让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。未来一定要跟着大家一起保育哦，好不好？好。是的，非常 Q 的谚语是要靠大家来保护啊。他们不怕生，近距离接触非常好玩，逗趣的模样还真的是讨喜呢。火箭人鱼打哭啊，算个乐不思蜀。阿姆哥，你们不要忘了要带我们去看一下今晚入住的民宿啊！啊，快点哦！停！哇！哇塞！希腊地中海爱情风，耶呼！这是嗨！这是我们要入住的地方。哇！地中海，耶！哇塞！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。没错，就是住这里。哥，也太好了吧！太好了，快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去看内部。好，我期待，我期待。耶呼！白色的梦寐以求城堡，我来了！没想到在这座小岛上还有如此地中海式的民宿，还真的让我以为我现在置身在美丽的希腊呢。哇！这就是梦想城堡！哇！哥，你看这个，是哎，这就是这栋建筑物的彩绘。哇！还有这种吊的那种装饰品。睡一晚真的很放松，有度假的 feel。少年胖跟 Lisa Parker， 你们两个不要争了。制作单位看你们的 big size， 早就已经安排一人一间房，可以让你们尽情翻滚。阿姆哥，哥哥今晚我已经拍到腰被安怎？绿岛限定。哈，女人最爱什么？就是爱限量、限定啊！胖子最爱什么？下午茶。途经这一家葱抓饼店，我告诉你，葱抓饼人人都吃过，台湾大街小巷哪里没有葱抓饼？但是告诉你，绿岛限定的葱抓饼，你全台湾吃不到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！ 忠诚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忠诚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。自从船上一别，你有没有很害怕看到我们？不会，看到你们非常的开心啊！哎呦，谢谢啦，你的片贵，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，所以我们今天整个指导你的单位啦。谢谢谢谢，不客气不客气。这个葱抓饼啊，海藻葱抓饼，这个绿岛限定的。哎，没错没错，跟我们介绍一下，就是。
我们绿岛才有的海藻，是，然后做成像抓饼的样子，是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有淡淡的海苔的味道，哦，跟普通的葱抓饼非常的不一样。我相信这个，你知道台湾吃到的葱抓饼就是一点面粉嘛，那调一调就单调单调，在这边说单调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海藻葱抓饼哇，这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只有在哇哦开始抓起来了，各位观众抓起来了，功夫来了，功夫来了，抓起来了，呜呼！那你这边也会跟台湾一样，就比如说加蛋呐，或是做一些？对于海藻我要求的比较大，因为海藻它的味道比较淡，因此在调味方面，我只容许让客人加少许的胡椒盐。哦，像一些口味上，基本上我是不让客人。加的哦哦，已经不到不建议哦，是不让，是不让客人加，就是这个坚持，我相信就是一个美味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薄薄撒一点胡椒盐，而且只单面。没错，因为胡椒盐它本身味道也是有点香味，如果味道太多的话，一样会抢到海藻的香味。我最喜欢老板有这样的坚持，而且这样的坚持就代表它有一定的品质。好香哦，有海藻香，有海藻的香味。它除了那个葱花饼的面香之外，扑鼻而来的就是海藻香，哎，淡淡清清，很清淡的那种清爽的味道，海的味道。我什么我？不是一般的葱花饼，吃得到海藻的味道，一吃就知道它是海藻葱花饼。哇，这个葱花饼除了口感它内酥外嫩之外，真的，那个海藻是它清幽，它清清爽爽悠悠的这样散发出来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整个葱抓饼全部充斥的海藻，毫不含糊的，太有卖点了，太有卖点了。对啊，谢谢海藻加这个，好香哦，而且海藻的香味跟海苔的香味是完全不一样，好赞哦。哦，下午茶记笔就丢了啦，哈哈，老板真用心啊，将营养价值超高的海藻融到抓饼里面，松软中带点嚼劲，口水直流，看你两个吃个速速球，我嘛挡袂牢。冲过头 ，Richard Parker， 怎么样？出来之后有没有觉得空气清新？有新鲜的空气。有伸展你的肢体吗？我肚子饿。你啊，会不会太快？会不会太快了？我肚子饿。好，我知道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他被关久了，不好意思哦，他整个你知道食欲要大开了。可是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接下来我带你吃的这个东西哦，会让你的食欲 double double 再 double。有这么多搭？一定搭，我跟你讲，搭惨了，搭惨了，哭死！我跟你讲，你知道绿岛又叫什么岛？火烧岛。Sweet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待接下来带你去吃的这神秘的这一位哦，它会让你所有的食物都会让你再开胃100倍，美味18倍，这样很难计算哈，乘100，然后再乘18，这在你的老虎领域里面是可以接受的吗？我可能脚趾都要拿出来算了。很好，很好，保持你旺盛的食欲。好 ，Go！ 世界上真的有开胃100倍、美味18倍的独特料理吗？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好奇嘞！你好，大哥你好。听说你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所有东西都美味加倍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而且听说吃完之后热情如火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麻烦你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真的确实准备好吗？好，我们确实准备好了。你们心脏真的够力吗？哦，超够力！你试试，老板，你试试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好，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先去坐着等你喽。好。Are you ready?